杰修国际电脑有限公司啊。我们这边是1997年到现在13年。我们这边的地址是在台北市士林区福港街41号1楼的门市。我们这边是从早上的10:30到晚上9点。哦，有啊，我们除了礼拜天休息之外，礼拜六都还有提供服务。我们电话就是还有公司的 LINE 都可以及时做预约，所以其实真的时间上没办法配合，可以先提早预约就可以。好，我们这边来的话，其实坐捷运或是公车都还有机会方便的过来。然后如果是开车来的，可能就是要停。我们这边是中正路跟承德路。大马路这边其实蛮多停车格跟停车场，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在这边做预约。有啊有啊，像我们这边赛德斯的牌子啊，就是最好用的啊。捷运的电竞机啊 ，AOC 的萤幕，像这种电竞曲面都是现在最流行的，使用起来都很舒适，然后玩起来都很爽。水冷的话，其实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，所以其实各大厂牌都可以去选择了。那这边。都可以有办法提供给你这样。欢迎所有有兴趣的玩家或是想要体验的朋友，都可以来这边做一些做体验跟游戏的测试这样子。